干嘛？没有数啊。你太恶心，给你三个机会。先生，你是谁啊？哎，不对，还有两分呢。先生，请您放手。哦，拜了您。你到底行不行啊？哎呀，专业的，我看跟个真的似的。哎呀，飞天神，什么？你给他打开不就行了？哎呀，哎呀，真好好的箱子，哎呀，可惜了那么。哎呀，哎呀，三哥，哎呀，你瞅瞅，哎呀，哎哟，三哥，这带上。这不直接个新农人？新农人，老子是农的传人。哼！哎呀，哎，三哥，哟，这装备，原来是个同行锁。搞得那么花里胡哨的，要走猛男路线吗？做那行要低调，晓不晓得？低调。台子，是个青田。这回咱们有项目了。咱这行不难，要有智商才能上档次。真正是你包子包粮，要发票噻。抖音。